完全是殷律师跟那个暴徒之间的私人恩怨，私人恩怨啊，私人恩怨。站住！对不起，扫了各位的兴，警方马上就来处理，现在已经没事啊，已经没事了啊。来来来来，各位各位，在用餐以前呢，请大家尽量的喝香槟啊，算是我跟大家赔礼啊，我敬大家一杯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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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。小姐，没事吧？ 那个人是谁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刘海平的妻。盛雅，在警方没来以前，夏警卫先把叶律师带到你的办公室。我也想警方解释清楚，到底这个人是跟谁有恩怨。阿姨子，赶快去见你的好朋友，不要叫他说出任何对盛雅不利的话。嗯。 像以前一样好哎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你已经完全恢复了，是吗？谢谢。你车流血了？没什么事，旧伤嘞。你伤还没好，为什么要逞强骑马？我记得你上次对我说过，希望在看到我的时候，我能骑马。大家看你那么不乐，我想让你静心。 只因为我说过希望看到你能骑马，为了要使我高兴，你却不顾自己的腿伤去骑马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为什么我说过的每一句话你都能记得？有些人对我做过那么多的承诺，却还没做到过一次。 我可以想象到盛雅在耳濡生日酒会上的表现，她一定伤了你的心。谁说我伤心？
我问你这么关心我的好朋友，为什么要住在这南部？我已经决定，这次绝不受任何人影响，要亲手抓那对我开枪的彭生。不管谁阻止，我一定要协助警方抓到他。抓归抓，大律师还是要吃饭的。进去，我把菜热一下。大律师啊，不但会吃，还会做。待会儿我下厨做两样菜给你尝尝看。那拿着枪的歹徒是冲着谁来的？他既然是要找那个姓穆律师，干嘛不到律师楼去找他，跑到沃尔沃酒会来闹？是啊，我好像看见那个歹徒啊，拿着枪对着盛雅。哎，哎呀，这万一得罪他的是咱们石家的人，改天再跑到我们家来乱开枪，哎呦，像尔如那样的木乃伊，他可没盛雅那个本事躲得过枪子儿啊！你再说一句呢？盛雅，那个歹徒真的跟你无关吗？哎，我看你们两个明天干脆加入女警队，你们自己去抓歹徒算了。告诉你们，那个歹徒是跟那个殷婉伦有仇，你们还在这瞎猜什么呢？怎么，是不是酒会里的武打场面你们还没折腾够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统统给我回房睡觉去。尔如特别护士明天才会来上班。秀姐，嗨，你来帮大小姐。下人服侍尔如，我总会放心。盛雅，我看还是你自己来吧。当然，尔如是我太太，应该由我亲自来照顾她。我先把她回房去。各位晚安。盛雅，你可是要小心捧着你的新娘子，今晚呢就安心度你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们不会打搅你的。你不放心下人，可是盛雅毕竟是个大男人，尔如行动不方便，又刚出院，还是我去帮他吧。哎，好。那我先去煮点粥给尔如当宵夜。嗯。秀姐，跟我来。欢迎你回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，别说是生日，你我有生之日都不会快乐，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再做夫妻了。
不应该接你回来。我实在是被梅林冲昏了头，你叫我怎么继续再跟你生活下去？二如，我不是嫌你，我只是每当我一面对你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我自己是一个贪婪、卑鄙、无耻。婉伦一直等我的选择，我应该为她放弃一切。我现在就去找她，告诉她我后悔了。我替儿子弄了点宵夜，顺便来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。你要出去吗？麻烦你替我照顾一下儿如，我必须见婉伦一面。你的腿开车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你可别像骑马一样逞强，你保证？我保证，这几天也没有逞强。再见。婉伦，婉伦，我受伤失踪时，你见过这医院吗？是我特别为你做的。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最好的归属，做最幸福的新娘。谢谢你的祝福和这么好的礼物，小心开车，再见。再见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你第一次接尔如回家，也是她的生日。你怎么能出现在这里而不在家陪她？你真的以为尔如是一个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植物人呢？啊！